从这边过去啊，就是火车站。这边是个天桥。我突然想起来呀，刚才交酒店费用的时候啊，他收了我55块钱。但是我记着我订酒店的时候呢，好像没有这么贵，就是说大概是70块钱，那应该就是40多块钱。他好像收了我的税，但是那个税难道不是包在那个酒店的价格里面的吗？你怎么能额外多收我10块钱呢？啊，我觉得这里面有点问题。而且我看他高兴的样子，好像是这个钱让他赚了一样，很诡异这个事情。这边修的倒是蛮有意思的啊。波兰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商店，这些楼你看也不知道是干嘛的。那这面也是，楼盖的非常漂亮，市区里面的楼也非常的干净，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商店。商店在哪里呢？然后老城区我还没去，明天有时间再逛一逛。今天先去奥斯维辛集中营。嘿，Europe，Europe，宾馆。